要点什么？先生，买给你儿子的，这种无敌铁金刚最受小朋友欢迎了。先生，请你们结账。哎，先生，你还没有付账呢。付账？是啊，450，另加5%的税金，我帮你包起来。这是我的。奇怪了，你还没有付钱，怎么会是你的？看出他有一点。哎呀，我们不管这些的，反正买东西要付钱的嘛。哼，你有没有带钱？何叔没有来。你喜欢无敌铁金刚吗？小姐，多少钱我来付好了。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小姐，你要小心啊，别以为他真的忘了带钱，我看他根本就是……不必多说了，反正我付钱给你。小姐，小心你赔了钱，一会儿又受一肚子气。不会的。多少钱？450。无敌铁金刚现在是你的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家也有一个无敌铁金刚，可是我把他手弄断了，我怕我妈妈会骂我。那你现在不怕了吧？不怕了，我也是无敌铁金刚。好，无敌铁金刚，下一次出来买东西要记得带钱哦。要不然跟家里头的人出来，知道不知道？何叔、妈妈、大哥、婷婷。对。进来。谢谢。你要送陈董事长的礼物，我上班的时候顺便帮你买了。好，谢谢你。我要到国乐局去一趟，有什么事吩咐？没有。我马上回来。好。芳姐。还有什么事？如果晚上你有空的话，我想。我已经有约了。我只想请你吃个便饭，
改天也一样，你忙吧。哎，你帮我介绍唐氏企业唐总经理。慧宇，我文刚啊，你下午过来一趟吧。还不是你姐夫账面上有问题。啊，不不，没那么严重，你过来再说吧。啊，对不起，午餐我约好人了，不能陪你吃了。哎，我们办公室楼下有一家素食店，味道还不错，我看你就委屈一下吧。长得相当端正，为什么说话疯疯癫癫的？你头脑有问题啊？我头脑有问题？你头脑才有问题呢？难道你还不够开心吗？难道你对我的捉弄还不够吗？我捉弄你？我觉得我被你捉弄了。从素食店到现在，我实在搞不懂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？要不是我亲眼所见，我还真不相信天底下有人演技会这么好，会无聊来去戏弄一个陌生人。你目的达到，你可以走了。走？你赶我走？我要进去。好，你进去，
我真想看看您如何在里面招摇撞骗。请。小姐先请。不，我走后面，我想大开眼界。哦，你是怕我临阵逃脱？好，我走前面，也请你务必要进来，不要临阵逃脱。绝对不会。请。小姐姐，哎，慧宇来了，里边坐。八姐，你也回来了。好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新来的查账员方思杰小姐，这位是唐氏企业的总经理唐慧宇先生。方小姐，你好。你好。方小姐是我从别家事务所高薪挖过来的，哎，她的注意力相当敏锐，只要让她发现任何蛛丝马迹，就会一路追查下去，不查明真相是绝不罢休的。看得出来，的确有相当好的跟踪能力。那当然了，啊，我找的人当然错不了了。大姐，唐先生大名你听过吧？他少年老成，又不失温文忠厚。这一点实在不容易啊。看不出来，要少年有成，又要温文忠厚，的确不容易。对不起，齐轩，外线电话，蔡先生的。对不起啊，里边接个电话。想不到堂堂一个大企业家，竟有时间去戏弄一个小职员。算了，我认输了。唐先生，你不但是个年轻的企业家，也是一流的演员。谢谢你今天让我大开眼界，也代我问候你的无敌铁金刚。你为什么一再提到无敌铁金刚？今天早上才发生的事你就忘了？算了，那个店员说的一点没错，你放尊重一点。你说今天早上碰到我，你放开我，我受够了。我想我明白了，这恐怕是一场误会。今天早上你碰到的，慧宇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大姐，麻烦把豪门公司的档案调出来，里边谈吧。三爷，你搞什么？看到漂亮小姐腿就定住了？哎，我记得以前你不是这个样子。不要开玩笑，里面谈谈。钱世华怎么样？他不算很紧的样子，你看就知道了。还算便宜啊！哎，进来。你要的档案。好的，谢谢。钱世豪也太不像话了，再这样下去的话。哎，慧宇啊，你看反了你。我今儿是怎么了？哎，慧宇，我觉得今儿你不太对耶。我怎么会呢？哎呀，十几年的交情你瞒不过我。是不是因为那个方思杰方小姐？不要开玩笑，我们谈正事。我姐夫到底怎么样？你姐夫钱世豪的豪门公司恐怕有问题。你看这个账，迟早要出问题。对，那我就不送了啊，对，不要送了，下去了。好，有空联络我。好，李姐，先走。方小姐，今天的事情是一场误会。我不认为。算了，唐先生，现在上班时间，请你不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会想办法弄清楚。我希望到时候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。没什么好解释的，你可以走了。
以后我们要常碰面，我不希望我们之间有任何误会。明天晚上7点，我在新城西餐厅等你，不见不散。哎，我走，明天晚上7点见。哎，哎，你。这么晚才回去？哦，到杨梅。3厂有一批货出不来，下礼拜要装船，违约金扣下来恐怕要赔了。处理好了吗？我召集高级干部，开个协调会，让整个工厂加班赶工，然后把装船的顺序重新协调一下。现在大概没问题。听你这么说，是李厂长的错。也不能这么说吧，这次的延误也是个意外，进货的时候就已经耽误点时间，刚好又碰上机器故障，搞得大家都人仰马翻。辉宇，我们唐家所有的企业都在你的肩膀上，做事情不能有妇人之仁，有功固然要赏，有过呢也一定要罚，做生意不能讲人情。我懂，这次的事情的确不是他的错。反正我把这个单子交给了你，你自己要有数。妈，我有数的。哎，等一等，今天周家打电话来跟我谈关于焦煤的产销问题，我还没有答复他们呢。你现在是当家的，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其实大家都知道啊，还是妈说了算数，您做主就可以了。哎，这什么话嘛，你是唐氏企业的总经理，不能一点主见都没有吗？说说看。我想啊，合作建厂应该是最好的办法，对我们两家都有利吧。我也是这个打算。哎，周小姐见过没？周碧君啊。嗯，见过几次啊？不熟。我也见过几次，我对她的印象很深刻，人长得很体面又很精明，毕业才2年就可以独当一面了，不愧是大家闺秀。她不还是替她爸爸在当秘书吗？嗯，不过这次谈合作的事情呢，都是由他出面的。我看老周好像有意思，把事业慢慢都交给他。哦，慧宇啊，我在跟你说话呀。对不起妈，我真的好累，这个事儿我们明天再谈吧。我知道你很累。假如叫毕京来给你当秘书，那你不是轻松了很多？开玩笑，她是独生女，她是周氏企业唯一的继承人，将来要接管的财产可能比我还多，怎么可能当我的秘书？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儿。当年你爸爸把这个单子交了给我，很多人都说我挑不起来。凡事呢，只要看自己有没有心。哎，哟，都10点多了，慧群今天还没下来背书啊？哎呀，
真的十点多了。老何，哎，老太太，你上去看看慧琴在干什么，该背书了。是。妈，我上楼，我好累，明天还有一大堆事情。哎，建厂的事情你要仔细的考虑一下啊，资金啊，厂房啊，双方的股份呢、啊。光前明月光，无愁。老太太，慧群整个下午都在玩无敌铁金刚，让我背诗，吃了晚饭以后紧张得不得了，我看今晚大概是不行了。明月光，无愁，无桃美酒，夜光杯，夜光杯。慧群啊，下来背书还带着你的铁金刚来帮你的忙。慧群啊，你今天背哪一首啊？李白的故事。思故乡。好，来开始背吧。可是我还不熟哎。没关系嘛，试试看好不好？举头望明月。不对，不是从这一句开始的。床前。对呀、啊，床前什么？明月光。对了，床前明月光。地上霜，好极了。下一句呢？举头望明月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啊？还有无敌铁金刚。嗯，还事情，凭你？还什么？无敌铁金刚霸占科学怪人。唉，床前明月光，无敌铁金刚。妈，晚安。乖，晚安。何叔，晚安。晚安。大哥晚安。慧雪，进来。
大哥晚安。有话跟你说，慧群进来。大哥晚安。走，我问你，今天不晚安了？要晚安，等一下。今天早上到哪里去了？没有啊。你不是带着无敌铁金刚碰到一个大姐姐吗？没有啊。没有，这就奇怪了。我一个人出去的。你自己跑出去啊？你一个人偷偷跑出去了？那无敌铁金刚呢？你说哪一个无敌铁金刚啊？哦，这个案子大了。告诉我，你有几个无敌铁金刚？两个，妈妈买给我的那个坏了，我怕她生气啊，我再去买一个来假装啊。到百货公司买的。嗯，他们好坏啊，不让我买，还抓我的手，这里好痛啊！我说何叔没有来，他们要把我送到警察局去。那后来呢？一个大姐姐来救我，她真好，她对我很好啊。这个无敌铁金刚是她送的，对不对？嗯，好险，差点就回不来啊。大哥，警察叔叔会不会听我背唐诗啊？慧群啊，以后不可以一个人出去，知不知道？那大姐姐也是这样说，我就告诉她，我说我以后和妈妈、何叔、大哥、大姐、婷婷出去。对，我还没有向婷婷说晚安。去吧。大哥，我把妈妈买给我那个无敌铁金刚包好了，你帮我拿去埋掉，不要给人家知道，好不好？婷婷晚安。婷婷晚安。十五十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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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
哎，是。啊？哦，好，好，我马上来，马上来。好，老太太，婷婷出事了，她人现在警察局，又没带身份证，要人去保。我跑一趟啊。婷婷出了什么事儿了？怎么会到警察局去呢？他的朋友跟人家打架，不是他的错呀。哼，不是他的错。你在现场，你亲眼看见了。你们个个都宠他，所以把他宠得现在这个样子。老太太，我不是怪你。哼，也许第一个错的就是我。你不要去了，打个电话给王律师就行了。是。我上去看看你去。你看看你，把自己糟蹋成什么样子！你，我没有糟蹋我自己啊。王律师，老太太，事情是这样的：婷婷的朋友喝醉了，跟别桌的人打架，婷婷正好也在。这并不是他的错，现在已经办妥了手续了，跟他完全没有关系。谢谢你。哎，哪里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告退了。我不送了。哎，您别客气。婷婷，你喝酒了？真不明白，一个女孩子怎么会跑到那种地方去？那里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啊！你还有脸说？唉，唐家人的脸都给你丢光了。妈，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我去也去过了。以后还继续去是不是？不到半夜不回家，你搞什么嘛你？反正我都到你规定的时间回来了。我规定最晚12点钟要回家，你呢？
就每天依照时间12点钟才给我回来。你把这个家当什么？啊，旅馆呢？还是饭店呢？妈，我都已经长大了，我有我自己的事啊。你有什么事儿啊？整天游手好闲，交些个猪朋狗友，惹是生非。你跟我说说看，你哪样事儿是正经的？啊？你就不能给我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头？像我这种人，待在家里一样会惹事。这什么话？给我顶嘴啊！不是顶嘴，妈，我又不是慧群啊，你总不能像他一样买几个玩具给我玩，哄哄我，出点作业给我做就算了。每天都活在同样的模式，一早起来就是吃饭、洗脸、刷牙，到花园散步，下午睡个午觉，然后就起来写字画图，到早上10点钟又下来背唐诗给你听。好了，不准说了。这是你对妈妈说话的态度吗？向妈妈道歉。妈妈这样说你也是为你好啊，怎么把慧群给扯上了？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你这样说慧群就不对了，而且你伤了妈妈的心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不过说溜嘴了。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生活，对不对，大哥？我又不是坐办公厅的材料，我可没办法像你，除了工作还是工作。我懂，我懂，其他的事以后再说。先跟妈道歉。妈，对不起，我说错话了。当初要不是为了怀了你，慧姐也不至于有今天这个样子。你伤了我没有关系。电器另辟一下。喂。请问方思杰小姐在吗？我就是，请问哪一位？我是无敌铁金刚。无敌？你是唐？有什么事？不要忘了今天晚上7点在星辰西餐厅啊。我没有答应你啊。难道你不想知道无敌铁金刚的秘密吗？唐先生，请你不要把我当成6岁的小孩哄着玩。不，我是说正经的，我绝对没有哄着你玩的意思，请你相信我，这个秘密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。谢了，我现在对卡通故事已经失去兴趣了。这不是卡通故事，方小姐，
我很感谢你，昨天早上你买了。哦，你已经恢复记忆力了。是的，我恢复记忆力。7点新城西餐厅，给我一个解释和感谢的机会，不见不散。我以为你不会来了。我以为我不会来了。走。你既然以为你不会来，为什么现在就要来呢？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？是你约我来的。是我约你来没有错，我跟你约7点。我现在已经8点10分了，方小姐，你是在考验我的耐心。唐先生，这就是你所谓的秘密。我很后悔我来这里，再度受到你的侮辱。对不起，无敌铁金刚真正的秘密是，他不是我，他是我双胞胎弟弟。什么？我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。我们是双胞胎，他从小就发高烧，脑子烧坏了。那天你谢你替他解围，买了一个无敌铁金刚送给他，我真的很感激。不，没什么。请坐。现在可以点菜了吧？我要一个 A 餐，越快越好啊！我已经饿扁了。我要 A 餐。啊，你稍坐，马上来。那天在素食店，你一直对着我笑，然后一路跟着我到楼上，把我吓了一跳。我才吓一跳呢，我已经想不透，为什么你花那么多的时间来对我开那种莫名其妙的玩笑呢？不过真的很巧，你几乎在同时碰到我们两个人。你们长得一模一样。哎，你是哪一个？什么？你是无敌铁金刚还是唐慧宇？我是太空战士。是一点小小的礼物，也代表慧群向你道谢。不，我不能接受。这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啊。谢谢你，我不能收。打开来看吧，你会喜欢的。无论什么东西，我能接受的时候，我就会打开来看。唐先生，你的好意我心领。那我也不勉强了。这个礼拜六晚上我请你吃晚饭，正正式式的请一次。今天不算正式吗？不算，今天只能算是勉强，对不对？有这个必要？当然有啊。
如果我不答应呢？我会在这等，哪怕是等一个晚上，我也会等。会呀、啊，来抽支烟吧。我不要，谢谢。世豪，哎，这一季的价格怎么涨这么离谱？是不是原料有问题？怎么会离谱呢？才一成啊！一成还不离谱啊？会员，你应该知道嘛，日元上涨，货物又短缺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世豪，我们是自己人啊，所以我才向你买原料。你涨一成，我的成本也增加一成。让我以后怎么做下去？你放心，以我的观察，日元马上下跌，日元再跌也不会超过10%。辉啊，还有，货物短缺也是一个大问题啊。我已经调查过了，目前没有人缺货，而且现在的市场行情是只跌不涨。你说你要涨价，到底为什么？陈老板在外面已经等了很久了。哪一个陈老板？就是小桃杯酒家的陈老板了、啊、他是来收账的，总共有12万元，所以他亲自来向你拿。这是莫名其妙，向我拿什么钱？到会计部去领。你没看我在开会啊？是董事长。会陈老板好朋友，偶尔捧个场也是为了公事嘛。会呀、啊、姐夫最近真是忙死了，不必要的应酬能免则免了，尤其上酒家是非之地容易出事情，而且让妈知道她会不高兴。是啊，这个地方我也不喜欢去，都是那些客户硬拉的我上这个地方，真是烦死了。节省一点，豪门公司到目前为止还属于唐氏关系企业，老太太不喜欢我们多花钱。是知道。还有啊，季会计是通知我你的账面有点问题，现金已经有周转不灵的现象，这是为什么？慧宇，你要我说实话吗？当然。我跟一个朋友投资股票了。股票？那等于是赌博呀、哎、怎么样，我会赚回来的，我会把现金补给你。我只是想到欧洲去玩一趟，想一个人去又无聊，想邀你一块去。哎，你跟老公说说看嘛。少肉麻了，年纪都一大把。哎，我老公回来了，改天再找。好呢。哎。你发什么脾气啊？少在我面前发威啊！我威风，他才威风呢！什么东西，把我当作他儿子一样，又训话的又查账的，这样下去我还会有出息吗？你说的是慧宇啊？除了他还有谁啊？一口一声的姐夫姐夫的，哼，我在他心目中什么都不是。哎，是不是你惹了慧宇了？谁惹他了？我是担心他在老太太面前告我一状。慧宇在老太太面前告状？你把话说清楚点。哎，都怪我，这前一阵子不是股票挺活络的吗、嗯、老陈赚了一大笔钱，我就把公司的现金全部压进去了，我也想发一笔横财，哎，可是全套进去了。做股票？你事先怎么没跟我商量一下？涨什么嘛，会涨回来的。哎，世豪，我提醒你啊，你可不要又把豪门给赔了。你想想看，从我们结婚到现在，你亏了我们娘家多少钱，
我现在可是没有脸再回去向老太太要钱了。慧敏，我买股票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我们两个人呢、啊。你想想豪门这个小公堂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啊？可是你把公司的钱都用掉了，公司会不会周转不灵啊？太太，你放心，我买股票，我把后路都铺好了。我现在把公司的售价提高一成，最起码每个月可以把利息赚回来。说了唱的还好听，惠宇的采购部他会答应吗？他为什么不答应？我是他姐夫，你是他姐姐，那你还发什么脾气啊？问题惠宇知道我买股票的事，一定是那会计师季文刚告诉他。我跟惠宇，我跟他说帮我周转几天，等我的期货一涨，我会连本带利的还给他，他就是不愿意。我不相信，惠宇不像老太太，他不是铁石心肠的人。你不相信，你可以亲自去问他嘛。才几十万，周转一下你都不肯。我不明白，他怎么敢拿公司的现金去玩股票？这不是钱多少的问题，这是原则问题。原则，原则，你不但知道原则，你还知道见死不救。我警告他，就是救他。慧敏，你想想看。一个公司没有现金周转，随时都会有倒闭的可能啊。你既然知道他这么严重，你就帮他周转一下。要我周转可以，叫他拿股票来抵押，我只算那银行利息，随随便便就涨价，简直变相勒索我。他现在已经没有钱，你还要算他银行利？喂，你不给他面子，起码你要给我这个做姐姐一点面子。魏明，你又来了，我跟你说一千次你都听不懂。我算他一点点利息钱，不是要赚他这个钱，我叫他做生意。商场上没有同情，没有怜悯，你懂吗？商场上只有残酷，只有现实，我必须给他一点教训。我到现在才知道你的心肠比妈还冷还硬。有件事情你千万要记住，我是你姐姐，他是你姐夫啊。我懂他是姐夫，可是姐夫两个字不代表生意，姐夫不能向我勒索，不能帮他凯子。我懂你的意思，反正你是不肯帮忙了。我这样做是在真正帮他，免得将来篓子捅大了不可收拾。你去转告他，如果他不立刻叠加，我马上向别家买原料，我永远不向豪门进货。好啊，你可真是我的好弟。不过我警告你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件事情不准向妈告密。告密？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告密。谅你也不敢，否则大家难看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有必要，我会和妈商量，说不定把豪门收回来，免得被他败掉。啊，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啊。照你看，钱世豪那些股票会不会回升？很难。他做的是投机股，想要赚取暴利，反而被套牢了。这种股票一跌啊，会跌得很惨。我也被套牢了，我用市价的八成抵押贷款给他，这下连我都掉进去。他虽然头上嘎了痕迹，可是花起钱来很大方哦。这点我知道。我和周家那个合作计划书你看过没有？看过了。你那个新厂的投资报酬率超过18%，我赞成你投资。太好，你的分析资料啊，我叫方小姐拿进来。在方小姐那儿是吧？啊，我自己给她拿。哎，大姐，唐先要他的新厂分析表，麻烦你交给他。7点在新城等你。我现在才发现你是个很唠叨的男人。Thank you.
少爷，老太太请你下楼。哦，我知道了。这周家还很爽快，谈合作了，他们已经有具体的方案了。那是人家周小姐有诚意。是啊。妈，冯慧宇的他，你瞧，衣服都换好了。什么事这么开心啊？今天是周末，我约了周家今天晚上有个饭局，谈一谈新厂的计划。今天晚上？嗯。怎么事前我一点也不知道？我今天中午才决定的。不能改天了。周小姐明天飞香港，要个把月才回来。妈，今晚我有事。你推掉他吗？有什么事比这件事情更重要？不行，我推不掉很重要的事情。你约了谁呀？季会计师。哎呀，我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他呀。你们有什么事吗？非要今天晚上谈不可？我跟他约了要核算一笔账。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呢？改约明天了，要不然那礼拜一上班的时候再谈不是一样吗？对对对。慧宇，今天是周末，不谈公事。再说你不去，我们唐家不是少一个男主角？说的也是。怎么样，这个电话是你打呢还是我打？我自己打，自己打，我到楼上打好了。慧宇啊，你要核对哪笔账？放心，和你们豪门公司扯不上关系。啊，文刚，我是慧宇啊。哎，这样子，把那个方思杰小姐的电话告诉我好吗？她家里人。我说我哪有心情跟你开玩笑？说真的，谢谢你啊。请用，谢谢。唐伯母，敬您，祝我们两家合作愉快。好好，毕竟不但人能干，嘴也甜。谢谢唐伯母。慧宇，
慧宇，嗯，你不敬敬碧君？周小姐，周伯伯，周伯母，祝我们新厂鸿图大展。慧宇，你年纪轻轻的，已经是商场上的老将了。我们家碧君呐，初次独挑大梁，以后还要请你多多的照顾。哪儿的话，大家互相照顾。是啊。周伯母，周伯母，我们敬你。啊，谢谢，谢谢。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要向你多学习。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。不客气，多喝点儿。谢谢。今儿喝的太高兴了。妈，新厂投资这么大，一定缺人手，不如让世豪去学学。新厂啊，是慧宇跟碧君的，关他什么事儿？慧宇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妈，我出去一下。这怎么可以呢？客人还在。我有很重要的事情，15分钟就够了。不行啊。突然离席，周大怎么想？慧宇，从今以后我们要正式合作了，难道我们不该互敬一杯吗？对，是啊，慧宇，应该的。预祝我们的合作顺利成功。对，一切顺利成功。在此山中，只在此，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。
妈，大哥，你们回来了。你怎么还没睡啊你？要啊，已经十点多了，本来要背给何叔听的，我现在要背给你听啊。啊，爸，我先上楼休息。啊，大哥晚安。晚安。背起来，今天晚上可不能再背出什么无敌铁金刚了。喂，没什么好解释，对不起，太晚了。哎，你不能到我办公室！我警告你，如果你敢到办公室再给我难堪，那就是逼我辞职。文刚，我是慧宇，还麻烦你帮我查一下你方思杰的地址。不是，我不是开玩笑，我现在就要，拜托拜托。啊，好，谢谢。出去一下。这么晚了还要出去啊？哎，有点事儿。慧宇啊，你跟我讲老实话，今天晚上你本来约的不是季文刚，对不对？是谁呀？是一个朋友。男的还是女的？女的。女朋友？目前也谈不上。妈，我出去一会儿，以后再跟你解释，好不好？好，早点回来啊。谢谢妈。这女孩是谁？难道比周家的碧君还要好不成？你请回吧。大姐，我临时有急事走不开，你一定要听我解释。从今以后，我不想再听你讲任何话。以后你不听可以，今天晚上完全是我的错，你非听不可。没有任何人有资格规定我非听不可。我坚持，请你让我坚持一次，给我一次机会。你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。四姐，你没有资格这样叫我。请你让我进来，我只要几分钟，我可以把事情解释清楚。好，进来。你打电话给谁？报警。报警？你干嘛？